宝贝们好，我是小乐。今天战姐家族一起来到了滑雪场，看前面有一只绿色的笨熊。宝贝们看到远处那个最高的坡了吗？今天小乐就要挑战它。然而胖熊说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滑。Hello， 捕捉到一只小可爱。胖熊终于吃饱了，我们准备去换装备喽。大家都换上装备，瞬间起范儿了，有没有？我也换好喽。哎呀，他们给我拿错了，拿成43号的了。小乐哪有那么大的脚呀？他们在干嘛？哈哈哈，输你这两下子还想救别人，一会儿看你怎么摔倒。上山喽，希望我一会儿是帅气的滑下来，而不是狼狈的摔下来。哇，看远处那朵云，好像一只大蜥蜴，这也太酷了吧！捉到一只反派哥哥。滑完雪板去滑雪圈喽！怎么了？今天雪好啊！哼！哎，我现在在雪圈上，我先马上就要下去了，得两个手拿着手机，手机掉了一会儿。天黑了，准备回去了，可是小乐还没玩够。宝贝们请注意，正经家族要发福利啦！今晚小乐会给抖音填写邀请码，最多的两位粉丝宝宝派发100元现金红包，只限今天哦！宝贝们还在等什么？每个人只能填写一次邀请码，已经填写过的宝贝呢，可以借用一下同学和家人的手机帮忙。之前答应大家的皮肤、坐骑、抱枕等礼物，等活动结束后会给大家陆续发放的。小乐在这里拜托大家啦！